欢迎我们的思义、小朵还有鲍春来啊！今天来到这儿玩了一天，现在有什么感觉？有点虚，有点虚，晕了。刚才那个暖宝宝太厉害了，他在上面虚的那个过程，我们两个也笑得有点虚，笑虚的。没事啊，一会儿呢，吓得你眼泪再出来，好不好？我有点慌。没有，因为这个环节里边真的是看不见的。春来还好一点吧，毕竟堂堂七尺男儿，跟我人高马大，你应该胆大呀。但姑娘就应该会比较怕黑的。我们也是堂堂五百尺姑娘，堂堂几尺呢？我们不怕的。很少有像我这么无耻的啊！里边有一个环节呢，我们需要跳一段舞，先让大家熟悉一下简单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好，就由我这个我们团队的形体担当来告诉你们啊。这个动作做的时候，几位要是那个肩膀手搭着肩膀，做一个小火车的那个形状，来吧，左左，来，好，右左左前前。后跳三下，哒哒哒，哎，简单吧？是不是特别简单？对。好，现在我们进来看一眼什么样，好吧？好。哇，哎，怎么这么像那种密室逃脱的感觉？排练厅哎。哎，羽毛球拍。来打球吗？一会儿打得好吗？一会儿跟你对一下，好不好？行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对，春来的踏步。哦。对。嘿。哦。嘿嘿嘿。大概是这样吧。这个红的是什么？那个钢琴吗？那个暂时不能告诉你们。哎呦，这一口是千年关。千年关？哎，不能说，不能说，尽量先把你们思维都打通。哥送给你了。好嘞，好吧，走走，那走那走。看完现在我们就可以出去稍微准备一下，一会儿开始了。OK。好，一会儿见。见。